票啊，是我们上市的时候会随和证送的，那这是所谓瓶装版的票。到时候我们会在10月22号的时候做首购，首购的时候会有一个精装版的一套。就今天我们的档案都是放在这边，所以照片或是监管影片都在这边，那另外还有其他我们的影片，或者是就是 LG 的影片，然后我们的 PowerPoint 基本上是也有帮大家存在的。我们的 PowerPoint 可以放在这边，那呈现的模式就是它可以是这样子呈现，也可以是这样呈现，所以基本上就是你看的时候会是一个比较完整的页面，比如说这样子，就看到几乎是跟荧幕上一样的大小。